姐是谁啊？讲，这校长跟徐姑娘，传闻中他们两个有一腿哦。王鑫，他们淫乱是他们的道德问题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于大侠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假如他们两个狼狈为奸，中饱私囊，贪污学校里学生的钱，您说这该当何罪呀？既然这样，下一个目标，校长、会计，还雅于清白。最重要的是，跟雅蛙和好。We are the best。校长，好坏，好坏，在干什么？我在当私家侦探。私家侦探，查什么？先不要吵了，快快开个重头戏，重头戏。那女的是谁啊？你每天在学校除了会打棒球、练背力之外，你简直跟山顶洞人有什么差别啊？连这么重要的人物你都不认识？来，现在让我为您介绍。话说这学校最大的权力部门呢，就是会计部。再来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呢，就是会计部的徐姑娘。我跟你讲，学校里面所有的账目呢，都要经过她的手签名之后才能批准。徐姑娘今年38岁，她的三围是……喂，我对她的三围没有兴趣。下一张。哦，这还是同一张。等一下啦，我跟你讲，这校长跟徐姑娘，传闻中他们两个有一腿哦。王鑫，他们淫乱是他们的道德问题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于大侠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假如他们两个狼狈为奸，中饱私囊，贪污学校里学生的钱，您说这该当何罪呀？那会不会……哎，我告诉你，虽然现在我们找不到证据，但是今年已经有很多老师因为学校的账目不清楚而被迫离开学校，跟你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哎呀，也许雅蛙是清白的。放心好了，我会帮你们两兄弟的。我要把你们开除。你说话，学生，有雅蛙没有这个哥哥？哎，新干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会不会错怪他？不知道哎，或许我也错怪了他哦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谈谈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大家坐下来谈谈，当然是最好了。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我想买这一台。你走运了，货仓只剩下这一步。这个型号销路超好的，是吗？我刚刚才卖了一台，那个男人说送给他儿子的，没多少钱啊，45000块而已、啊。45000块？啊。小哥，还差6000块。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？我弟弟的电脑已经破得快不能用。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们也赚不了什么钱啊。说这个，这个单车跟着我跑了很多地方了，很快的，都给你了。哇！哇！这台单车是你的宝贝吧？没关系，我想这个单车应该还值几千块吧，你就算便宜一点，你就。
就不要为难我了啦。拜托你了。这样啦，我就算员工价，那这个单车我就不要了，那我就少收你2000块，那过几天之后你再来付剩下的。好，我3天之后就把钱拿过来。好，谢谢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要以为送台电脑给我就可以没事。喂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绝对不会要你有雅鱼的东西。我还没有去拿。那这又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我的字变得那么整齐啊？你跟我来。那这些呢？我怎么会送你那些所谓的名牌？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也会买一些实际的东西，买一些吃的给老板娘，穿上它跟贴着钞票在街上跑有什么分别？真是够了。所以你就认为我就是偷钱的那一个人是吧？没有，我相信我哥哥，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他可能会去抢，但是他不会去做那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他宁愿饿死也不屑去做那种事情，这是他从小教我的。那你为什么一直那样对我？因为我哥哥不相信我，我最相信的人不相信我，我相信他，他却怀疑我，怀疑我偷钱。我没有。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如果你没有怀疑我，你会为我顶罪，为什么要去抢校长的皮包，让他把你赶走？你大可可以让他来查我啊。如果你够相信我的话，你一定会支持我到底吧。我会替你讨回公道。放开我。是校长跟会计串通好，跟我去找他，我会把事情问清楚。我不会跟你去的。为什么？我想要继续念书，我要上大学，我不想再管任何事情。再撑个几年，上了大学之后，忘掉过去，我就可以重新做人。是一个好哥哥。不好的不是你，不好的是那个校长跟会计。对，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，要他们承认错误，讨回公道。嘿嘿，如果揪出校长跟会计的奸情啊，这样就可以还雅鱼公道，雅鱼也可以回学校上课。耶、yeah! ！那我们这一届的青棒赛就有希望了。既然这样，下一个目标，校长、会计。还雅鱼清白，最重要的是跟雅蛙和好。We are the best.